大家好，我是 TJ Abel。今天呢，这节课我们学习 AdWeb Do 啊。你喜欢 TJ Abel，你也喜欢 TJ Abel，大家都喜欢 TJ Abel 哦。Do 啊，the usage of do，那是我们这节课的 task，我们这节课的学习任务。OK，玛丽和大卫，David，我是留学生，我也是留学生。Mary 和大卫都是留学生，both 啊，读两个人，三个也可以用 do 啊，two or more than two。哎，do 加动词短语，web forest。啊，玛丽是美国人，安妮也是美国人。玛丽和安妮都是美国人，哈哈。Easy 来，阿里学习汉语，妮亚也学习汉语，田中学习汉语。哎，more than two 也可以用 do。阿里、妮亚、田中都学习汉语。do 加动词。web 啊，动词啊，短语 friends，学习汉语。你们认识这个汉字吗？王来 family name 王 or king。OK，我们都认识这个汉字，认识啊。美什么都？哎，new structure has look。玛丽每天去图书馆，那我们可以这么说：玛丽每天都去图书馆。都每年、每个月、每个星期都可以啊。每加都加 web forest 啊，有这样一个 structure。啊，我们来看这个，他们每天都写汉字。呵呵他们每天都写汉字啊，nice，nice。阿里，每个星期六都打篮球，都去打篮球。阿里每个星期六都打篮球。否定形式呢？The negative form 啊，全部否定，all 啊，就是全部否定。我们来看到啊，你们会开飞机吗？我们不会开飞机啊，或者说我们都不会开飞机。all 啊，全部。都不会开飞机。都加不加动词啊，短语表示全部否定。那还有什么？我们再看，老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老师的生日。那这个是全部否定。哎，还有部分否定，你这，got part negative form right? I'm not sure. 都是女生啊，都是男生。我们班都是男生吗？不是，我们班有男生也有女生。那应该怎么表达呢？我们班不都是男生，不都不加都。Japanese, web phrase 表示什么？部分否定，也有男生，也有什么？女生。我们班不都是男生啊，也就是 I mean, have boys, have girls. OK，你们周末都去超市吗？我们不。周末不都去超市
啊，就有的人啊，some people will go to the supermarket, right? 我周末我们不都去超市啊，我们周末不都去超市。你们都喜欢看书吗？我们不都喜欢看书。I don't like reading, yeah. Although I have so many books, although I don't like it. Mistake correction. 普贤一和金义美都韩国人，要加一个什么？Verdict, rap，都是韩国人，都是韩国人。孩子都喜欢看电视，都孩子 no 啊，the subject 加 do 再加 rap 是吧？孩子都喜欢看电视，都喜欢 computer game、video game。王老师都今天和明天不来教室，哎，这个时间 time 要放在前面。王老师今天和明天都不来学校啊，应该是这样啊。我们来看到这一个。放在哎，proper position 你呀，每个星期日都去书店，都去书店。来，山下和安妮啊，personal name 啊啊不 name of person 啊，山下和安妮都什么呀？都不会做饭，都不会做饭。安妮和阿里都有自行车。星期六、星期日，我们都没有课啊，都没有课。还有 easy right？OK，is next sentence。他每天每天。都写作业，我们中国菜都吃爱不？我们都不喜欢都不爱吃中国菜。我们都哎，有 also 哎，part partnative or alternative whole，how to express in English？我们不都喜欢吃中国菜啊？你喜欢，我不喜欢。哎，我们不都喜欢吃中国菜？Part and not negative。然后我们都不喜欢。Oh, we all don't like。喜欢牛奶甜中不阿里都甜中啊和阿里都。不喜欢牛奶啊，都不喜欢，both，don't like，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玛丽一周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啊，OK，早饭，早饭，汉语课，Wow, so many。Chinese course，哎，晚上哦，晚上，哎，玛丽每天晚上都写汉字，right？来看到，每天晚上都写汉字，那我们来个都啊都。玛丽每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什么有汉语课，对吧？工作日 （working day） 都有什么呀？汉语课，
文化课书房，读书，美什么都不，好读，describe，it's not easy，太难了，太难了，然后，玛丽，不都每天早上吃面包牛奶，yeah，不都 part not negative，哎，就是有时候会喝咖啡，或者说 cake 蛋糕，我们用了 do 美 do 都不，how to use this，sound，玛丽每天下午都不上汉语课，下午都没有汉语课，都是上午。we finish it. That was too difficult. OK，要点梳理 summary，动词。都加动词短语啊，他们都是留学生。美加都加动词短语，我们每天都说汉语。Practice more practice make perfect 都加不是全部否定。他们都不会做饭。I'm good at cooking. Do 不加 do 加动词 web 动词这个短语它表示部分否定。我们班不都是男生，我们班不都是男生。OK，it's the homework，介绍你每周学习和生活的情况。Teacher Abel 每天都不吃早饭。I have my after class I will cook my brunch，早午餐，breakfast and lunch together 每天上午、下午我都有英语课，有汉语课，我也教大家汉语，我自己也在学英语，我也有英语课。每天晚上呢，我会写作业啊，no homework，我会听音乐，I like singing，always I teach。在你身后陪着你干 ，OK，Alexine，每周星期六、星期日，我不都上课，有时候，我的学生被安排在周六或者周日上课因为他们very busy tight schedule 是吧？因为mostly of my student。all adults, and they have the job to do. 每个星期，我都看电影，watch movie, watch American movie, English movie, Is your homework write some sentence to describe, to introduce your arrangement weekly, okay? 要用这些。Structure, not sentence structure. Okay, at least five sentence. Okay, Okay, is there some expansion? 那在口语中呢，还有这个 do，还有已经的意思。在口语中强调时间，时间长，数量多too long, too many, too much 比如说都十点了，都十点了，already 10 a.m.，10 o'clock，10 a.m.，你还没起床。我每天早上8点之前要起床，这个表示都十点了，it's too late。
都上课了，快点儿走吧，表示时间晚啊。都上课了，快进教室吧。我们都写了3个小时作业了，哇，时间就很长，long time。他们都吃了10个包子，amazing！Oh my god！对 ，too many 啊，太多包子了，他吃的太多了。这个 lose weight。Okay, it's lesson today. I'm a teacher Abel. Yeah, see you next time. Bye.